谢谢平燕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你哭我也想哭。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一起哭。现在后面没有歌了，没歌了。可以可以。好，我们五个一起哭啊，五个一起哭啊，卫生纸都来啊。再分我一张、啊。来来来，给给。哎，梅姐，好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太难了，这个孩子。嗯，超棒，超棒。没事。超棒。又完成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很厉害。Oh, yeah. 嗯、OK。嗯。哎，走行程该干嘛干嘛。对。好，第五回合总算唱完了。哇、啊，现在大家台上哭成一片，只有我还冷静。但是我比较想要问平燕的是说，这一次是在哪一个灯那里？不要问那么多，来，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平燕，雅萍，辛苦你了，很辛苦哈。老师可以问你，你为什么哭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哈，因为你觉得可能我已经完成啊，我上起码我经过第五首歌，我拢无气力啦，因为。这首歌听得出来，你的祝福先是轻轻的祝福，但是平燕老师要跟你说，祝福有几个种，有一种祝福是很有气力的，硬巴的那种祝福，但是你的祝福是轻轻的。有的人可能会讲，啊，那唱歌唱到尾也没力了，力道已经不足了，祝福你平平安安，舒舒服服，顺着你的心已经唱到无力气啊，所以才会唱到遐轻、遐细字。有个人可能安尼感觉，这样子的解读。但是在我的感觉是，即卖你选择这首歌做第五首，
迄种的祝福是已经我已经满足啊，我已经尽力啊，诶，迄种祝福。所以你轻轻啊来，看看唱是对的，绝对没有不合理。我觉得唱得很棒，平燕你真的很棒了哦，哦，加油！谢谢老师，谢谢平燕老师好。我觉得啊，你唱歌唱到现在啊，我要告诉你一个我的感觉啊。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唱歌的时候，不见得都是精神很好的时候，甚至可能我们人生历练受到最困难挑战的时候啊，那可是那时候唱歌会特别有一种哦，一种平静感，就是轻轻的唱就可以把情绪都推出来啊。然后我觉得你就是有这样的优势，你可能跟我们大人的世界说，对一个事情想要深入去想的时候，就会很用力去想，忘记不知不觉用了力。用了很多思考、判断、布局，但不像你们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唱一首歌，很累的时候、压力很大的时候，然后还不想放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轻轻的唱，但就可以传递一个很让大人吓到的一种纯净感，啊，就是有优势，啊，也有挑战的部分，啊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